谢谢。这一晚上都累了吧？逮谁爱谁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嗯。哎，好，行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那男的都喊差音了那个。啊。刚才是高峰高老师啊，跟栾云平俩人，高老师就算这账，是我们这儿的好会计。啊，会算数。哎呀，又卖力气。嗯。啊，说实在，他那个嘴啊，真的。至于还湿到那儿去吗？这个，哎呀，太没功夫了。这个，行了，不至于。那嘴都松了。您这嘴也不老紧的。哎，谢谢啊。嗯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怎么叫好日子？好，你不知道？我怎么不？是您说。你看，钢丝节呀。啊，这是我们过节，是不是啊？一轮明月照天下，啊。嚯！我们大伙儿一块儿过节，就咱这对联，说实在的啊，这是对联吗？您呢？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嗯，会说相声就是这么点小的手艺。对，难为各位这么支持，这么捧。没错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相声不好说啊，得下功夫。其实呢，哪门艺术也都不容易，可不是吗？又得跟外行打交道，又得跟内行打交道。嗯，难就难在这儿。是，没听人说吗？嗯，就关于各行各业的行家，嗯，书法的行家，嗯，都在抖音上。抖音上看。嗯，啊，影视的行家，嗯，都在弹幕上，啊，弹幕上聊，相声的行家，嗯，都在贴吧上，哦，换地儿了。京剧的行家，嗯，都在公众号留言上，呵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哦，但是我们从小学艺，老先生们告诉我们了，嗯，无君子不养艺人，啊，这是老话了。听相声为什么呀？嗯，为的是快乐、高兴、开心，是。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嗯，如果听完相声您还能悟出点什么来，嗯，这句话说得好。哦，哎，我要怎样怎样，嗯，或者这个点，哎呀，提醒了我，嗯，我要怎样怎样，哎，有些个正能量的提示，是，那就更好。那就是啊，嗯，但是一上来不能直眉瞪眼的，要如何如何啊，要学点什么，违背艺术的规律。那倒是，后台这一后台说相声孩子，嗯，就这一大帮人啊，嗯，除了老高。高峰是我师弟，嗯，剩下这一大堆，嗯啊，孙越不算徒弟，孙越是宠物啊，这宠物，好，嗯，剩下这个，都跟自个儿家孩子一样，这不就是自个儿家孩子？我刚才在后台，我一进门看见张九龄、王九龙，我很感慨，怎么呢？王九龙是我外甥，是啊，啊，小的时候他比郭麒麟啊小几个月，哦，小胖子，现在又高又帅，啊，还瘦。张九龄小的时候来的时候又矮又黑，是，可现在又高又黑。哎，嗨，还是黑，合着黑啊，嗨，就别叫好了，就夸他，形容他那个好啊，是不错，九龄现在不错，很好，很多观众喜欢他啊。嗯，有张九龄的粉丝吗？有啊。你看看这九龄的钱没有白花的，这嗨花钱了。这那天张九龄出去吃饭去，嗯，问人饭馆老板，嗯，认识我了吗？哦，老板说你在哪儿呢？哎，找不着。你怎么会不认识我？我现在很有名了。是，很有名啊。吃饭吃饭，别废话啊。这怎么不说话？上来菜，九龄一尝，嗯，咸的咸，淡的淡。哟，你不认识我就完了，你怎么菜还做的这么次呢？嗯，这不对。老板乐了，嗯，您进来的时候没看见我们那招牌吗？哟，照片上写的没看见呢。啊，出去看看吧，瞧瞧去。张九龄出去了，嗯，饭店老板把门关上了。嗨，连我都跟着上当了。你看看啊，嗯，看着他们站台上这样，我发自肺腑的开心。现在真是出来了啊！你包括小孟孟、孟鹤堂啊，孟鹤堂、周九良啊，嗯，我都没想到啊。怎么？没想到现在俩人进步了这么快。是。
尤其他们俩在一块儿，这当初小孟找的我，师傅，我想跟周九良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大岁数，废话，什么叫在一起呀？在一起合作，合作，您说合作呀？我说你，你想好了，你们俩人这是一辈子的事儿，知道吗？还是在一起了，那是在一块儿说相声吗？您说清楚了。后来哥俩在一块儿，确实合作的非常好。哦，而且孟鹤堂孩子很疼人，怎么叫疼人呢？啊，你看，你拿周九良来，你看周九良站台上那赖了呱唧那样哈，啊，下台也那样乐里乐特的，这就生活中就这样。啊，小孟就比他细致。小孟啊，一看周九良那手机，哎呀，那破手机烂了都不行了。嗯，周九良那个手机开机就得仨月，那就别干点什么了。你知道耽误多少事吗？啊啊，小孟给他买一手机，你瞧都弄好了，连。该下的那个什么 APP 什么都给弄好了。哦，来给你拿着吧，就这师兄弟之间就这个交情啊，给你，你用吧啊，都给你设置好了。哦，那个一看脸就能开机。哦，人脸识别刷脸的。好，周九良拿手机使那么大相干嘛呀？老不开啊，老各种，哎呀呵，你看挤眉弄眼一天，哎呀，手机没开开。嗯，二人转招生都找他来了，干嘛呀？你这个表情太好了，你看啊，嗨，上我们这儿发展去吧。好家伙，要算有饭了。嗯，把周九良气的，啊，手机扔在那儿了，啊，一屁股坐上，嗯，哎，解锁了，嚯，好家伙，哎，不知道怎么设计的，那识别了，不知怎么设计了啊。还有这个张鹤伦，嗯。郎鹤炎，哦，张鹤伦现在很火呀。鹤伦，有人喜欢鹤伦吧？您看看，明显花的钱就多啊。那天张鹤伦的媳妇儿说：“嗯，哎呀，就算我这眼睛有神，怎么叫眼睛有神？没看差了你，慧眼识珠。那是啊，就你这个猪，嗯，好词儿。”他认识贺伦那会儿，后来不行啊，是吧？演出也不灵，台上也不开窍，挣的也不多。嗯，人家媳妇儿义无反顾的跟了他，结婚了。现在好了，嗯，媳妇儿说你得对我好，那应该的。当年我跟你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这么浪漫，哦，也没给我买什么钻戒了，求婚什么都没有，哦，很简单，糊里糊涂就跟了你了。嗯，张鹤伦这点不错。啊，走，咱们买那个买钻戒去。手拉手俩人就奔超市了。奔超市，超市有卖钻戒的吗？超没有钻钻戒柜台啊？没，超市没有。买超市买什么？买戒指？买钻戒？去哪里？去珠宝行啊。到珠宝行啊，指着柜台里边最大的那钻戒。嗯，张鹤伦好样的。是吗？服务员，你给拿这最大这个，你看看。哦，您要这半斤这个了？不，没那么大，连底那台儿半斤啊。您说清楚。摘下来。嗯，张鹤伦拿这个大钻戒手里攥着啊。媳妇儿，你站别动啊！干嘛呀这？跪那儿啊？哦，穿着大褂去的。比划比划。得告诉他媳妇儿，这钱是说相声挣的。哎，嗯，打服务员这儿接过钻戒来啊。媳妇儿在这儿，这儿撩衣裳，咕噔跪下。嗯，我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好啊。嗯，我现在补给你。嗯。向你求婚，好，请你答应我。嗯，媳妇儿感动坏了。嗯，我答应你，谢谢贺伦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啊，挺感人。贺伦挺开心。好，嗯，收起来吧。对，收起来了。别丢了，搁好了，还给你。你管着管不着啊？没买啊？就比划比划去，是那个意思就得了。好，上这儿补仪式来了，合着。过程很重要。要这过程干嘛？你看这不挺好吗？啊，张贺伦。还有烧饼，烧饼打小在家长起来的。嗯，烧饼小的时候，哎呀，你是没见过那么寒碜的孩子。嗨，要多丑有多丑，烧饼，烧饼寒碜，站院里把狗吓一跳。哎呀，啊，现在烧饼很忙啊，忙，每天早上起来先拍照，老秀这个，弄一片面包，磕俩鸡蛋。嗯，早上起来拍照拍照，反正每天都是这片面包呗。啊，还这。哦，就这一块面包，各种姿势啊，拍完了，发微博，面包放边上，然后这牛肉面呢，蒸饺啊，烧麦啊，大饼卷油条啊，吃完了自个儿测血糖跟那儿，哎，这
比我吃的还多呢。那是那是啊，他跟那个曹鹤阳俩人活法不一样。您说小四，哎，小四，曹鹤阳好动，开大摩托，喜欢玩，哎，带着自个儿的小儿子，嗯，啊，赛车呀，哎呀，啊，停了，停住了，下来，嗯，看看孩子，嗯，你妈呢？掉下去了，没等上车他就走了。好家伙，活法不一样，嗯啊，还有这个张云雷。啊啊啊，没事了啊，没事，嗨，什么就没事儿，这都张云雷的粉丝是吧，啊，这多可能啊，可不能惹他们呀， 啊这张云雷也挺好玩，打小他什么烧饼郭麒麟，嗯，这都是一块长起来的啊，啊，张云雷现在这成绩也确实不错，啊，您很欣慰，啊，能说能唱挺好，嗯，后台开玩笑说张云雷现在是背锅侠。什么叫背锅啊？咱，啊，不是怎么设计这个啊？嗯，说只要是德云社一走了人，就是张云雷犯的坏。张三走了也他的事儿，李四不干了也他的事儿，嗯，王五走了也是他挑唆的。哦，最近我们这儿看大门的刘大爷住院了。嗯，张云雷天天上病床那儿跪着去。好家伙，干嘛呀，啊？你可别死啊！啊，你死了，他们说我弄死的。哎呀，想多了这个，但是，嗯，很正常。我真劝过张云雷，劝什么？你挣的钱有一半是挨骂的钱，哦，艺人都是如此。嗯啊，你不要指望所有人都跟你家大人似的站在同一个战线上，这不现实，哦，啊。就跟演员似的，拍戏的演员嘛，早上起来3点半叫起来，沾上胡子，沾上头套，拿车拉到现场，嗯，荒山野岭一坐坐一天，告诉你今儿没你的戏，回去吧。很正常，正常。你挣的钱有一半是后场的钱，哦，说相声也是如此。嗯啊，你说一场相声够人家农民伯伯干活那么些日子，你不挨骂谁挨骂？所以很正常。嗯，心态很重要。你哪怕比如说有个说相声站台上天天的让人逗哏的说自个儿父母啊、妻子呀、儿子，你就得高高兴兴，假装没那么回事似的。这是艺德问题。今天过节的日子，我长了点学问。哎，其实你包括郭麒麟、阎鹤祥，其实我也是看着，嗯，啊，但是我瞧自个儿子啊，我真的，我看儿子跟你往那边看，我看儿子这个心情啊，跟看孙子就不去，那不一样。我现在没有别的愁事，就是什么时候我儿子能娶媳妇儿啊？啊，好，那几个大哥谢谢你们了。那，哎，男的还叫胡子长，我这儿的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也不是着急的事儿，一个他，我就说他让阎鹤祥让壮壮给带坏了。怎么就带坏了？我老觉得壮壮比我小不了2岁。他年龄是不小，天天跟个光棍一块玩，好了吗？嗯，我们后台出光棍，是吗？一帮一帮的光棍，这像我经纪人的这几年刚结婚，是啊，之前那一后台都是光棍。嗯，怎么弄这玩意儿？我说你好好跟阎鹤祥你们商量商量。交女朋友也得 啊得成家呀。大林说这个没法跟他商量，嗯，他骑摩托车上意大利玩去了，啊，你说但凡有家有口的他能干这事吗？是吧，啊，一个人开摩托车奔意大利，这玩意儿受了吗？啊，活法不一样，是活法不一样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日子。他跟什么跟小岳他们就不一样，小岳是有追求的。谁？岳云鹏。岳云鹏是一门心思想当影帝。也挺好，当影帝他得做点什么？当影帝就比劫道强啊！废话，是不是比放火、比偷东西强吧？是不是？是没法比，这成了成不了那是一回事儿。哦，这回这电影卖的可不错。哪个？每个都卖的不错啊！《蜀山英雄》看了吗？看了，看了吗？啊，据说超过《老师好》了。两个类型的片子。嗯，挺好，人各有志，成了成不了那是另一回事儿。嗯，他那个搭档那个胖子，刚才你们也看见了啊，孙越。孙越，你看孙越最近也是没事老看书，那好学呀，研究个玄学。玄学，六爻八卦，算周易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这还很深奥的。修生伤度，景死金开，
呵，孙胖子老研究这个。嗯，你说他那个大胖身子，他也不能出去。嗯，他跟严壮壮似的，开摩托，意大利，奔意大利，到不了意大利，那天桥左口那就打死了人家。嗨，没跑多远。嗯、就是啊，他你们看个书也挺好，学习嘛。看完了还跟岳云鹏，我给你算算吧。算吗？我现在周易八卦差不多了。行啊，嗯，小岳不信。哦，但是人就这样，您记住了啊。啊，咱们有一句老话，嗯，倒霉上卦摊儿。哦，倒霉才算卦呢。你看这人平时好的时候，你跟他算这，他不信。嗯，他非得出点事儿，哎呦，解决不了了，害怕了。嗯，他愿意这儿算算那儿算算。啊，哎，看看冥冥之中有没有办法帮我，心理平衡。小岳就是，啊，小岳就是《蜀胆英雄》上映之前，哦，心里慌，右眼老跳。哦，啊，没招没了。找孙胖子去了，你那灵吗？咱不俩，就是灵。嗯，给我算算，算算看我这票房怎么样？嗯，你印堂发黑，哎呦，怎么办？嗯，拿5000块钱来。哎，还要钱？5000块钱啊？嗯，这个不给钱不灵。没错，岳云鹏那是过日子人呐。嗯，啊，回家把存钱罐都砸了。啊，这才拿5000，5000块钱给胖子。你看我这印堂发黑怎么回事？嗯，胖子跟这儿数，等会儿啊，嗯，全是零钱，行了，还用不用了这钱？对，数，都数完了啊。嗯，什么事儿？忘了，印堂发黑怎么办？对呀，洗洗脸吧。嗨，这脏的这。洗洗脸就好了，没事啊。哦，哎，过了些日子，孙胖子主动找岳云鹏。嗯。我给你推了一卦，你昨天是不是出轨了？出轨？昨天下午4:30，啊，有一5星级的快捷酒店。五星级快捷酒店？你是不是跟一妇女上那儿去了啊？嗯。岳云鹏傻了。嗯。太神了，啊？你怎么算出来的？哦，那女的是我媳妇儿。嗨，哎呀，这乱了吗？这不是？他们现在关系越来越近了。嗯啊，这近得快打起来了。那是，当然跟我们俩关系最近的是高峰。高老师，高峰跟栾云平啊，栾云平出名是因为他逮谁怼谁呀、啊，啊，栾怼怼吗？啊，你微博看看，无论谁发微博，他都上去怼人去，啊，实在没事自个儿冲镜子把自个儿怼得直吐血，你知道吗？好家伙！但是高老师，嗯，我觉得应该着重介绍一下，主要说说他。高峰，好样的，相声说得好，啊，为什么说得好呢？嗯，有个好师傅，他师傅，他师傅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，对，爱好者呀、啊。怎么这票友？这不是票友，就什么相声艺术家、啊？相声艺术家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对，王小二先生。哎，嗨，您听这名字像著名表演艺术家吗？王小几？没有王小几。王小姐，不是，不是，这是师傅王小姐啊？什么？范振玉先生。范振玉，您听这个名字。对，犯了罪，镇压在监狱。什么解释这啊？不是，不是，没有这么解释。当年相声名家高英培、范振玉。啊，那是黄金搭档呀，范振玉先生，那是高峰的师傅，没错。老头为观众奉献一辈子，是去世之前，徒弟们围在病床前，嗯，老头很安详，那就没有什么坏事儿。看着徒弟们、嗯，你们能不能，嗯，别笑得那么开心？哎呀，嗨，不是怎么那么乐呀、啊？这个啊，就是别那么开心啊！这帮缺德徒弟啊，希望你们好好说相声、嗯、啊、哦，希望你们让观众。开心，啊！所以最后到追悼仪式的时候，高峰还提议了，提什么议了啊？师傅让大家开心，咱们不要哭，用掌声和笑声送师傅最后一程。这馊主意吧？这是？哎呀，整个大厅里边笑声一片，都乐。有俩徒弟媳妇乐得都背过气去了。好家伙，这得多高兴啊！大伙儿鼓掌，跺着脚，哈哈大笑。哎呦我这啊，看大门的说。是不是他们给害死的？怀疑了都。刨去他们，整个德云社谁跟我最好啊？谁呀？谦儿哥。啊，那当然，我们是搭档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在那个专业的曲艺团呢，北京曲艺团啊。嗯，咱别说哪个团啊。啊。就是曾经在团里边待过。啊，这是要骂街。哎。因为相声嘛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嗯啊，我们不适合说谁说哪个单位，没有必要。那倒是、啊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您原来是八宝山曲艺团的、嗯，
八宝山成立于曲艺团干嘛呀？就大伙儿一听这是假的，这就过去了。啊，那就八宝山了。哎，你要说七宝山这不合适。哎，不，那不行。哎，嗯，我认识他，确实他还在其他的团体。嗯，啊，那会儿我问他我怎么样？嗯，挺好啊，挺好。这是挺好。我说挣钱吗？嗯，不错。好。我说你银行存多少钱？嗯，两位数。两位数。我说你那银行密码呢？六位数。哎，对。还没密码位数多呢。我说你还要脸不要脸了啊？啊！我说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的一块说相声？嗯，就从那天开始，嗯，谦儿哥拉家带口跟嫂夫人一块就跟我在一块儿，我们没带那么些人啊，就我们就一块说相声，对，合作。我咱实话实说，天底下没有比他更疼我的人。您客气，真的，应该的。你包括到现在，就这个岁数人，嗯，就一说疼人，我都觉得哎呦，嗯，心里。不落人，你怎么干嘛那么客气？我们一出去演出去啊，嗯，你看我今儿来演出，我穿着大背心、大裤衩，天热啊，又下雨，今天，嗯，但是到后台你不得换上服装吗？这演出服吗？演完之后一会儿走还得脱了换了。当然，我就怕同他换衣裳，干嘛那么害臊？不是，这个人太照顾人。什么叫照顾人？你无论到哪儿啊，就这些，到现在也是，无论跟哪儿，这儿一脱鞋。一换裤子，一脱袜子，嗯，一脱袜子他就过来了。我干嘛呀？就抢你那袜子。我抢袜子干嘛？回去给你洗。我呵，洗完之后熨得平平整整的，拿回来。我连袜子都给熨了啊！你说咱心里受的吗？这是哥哥，我亲哥哥都未必，人家他这样。是。我后来躲着他，我躲他抢。抢袜子，你只要一脱袜子，蹭就过来了。我闻见味儿了，是怎么着？我哪儿？我蹭就过去了，啪就抢过去。啊，我得跟他抢，哥哥不合适。嗯，我只要一抢，真翻脸。我怎么办了？抢过去就塞嘴里。啊，我这抽风呢，是怎么着？我塞嘴里，咱不敢再抢了呀。啊，再抢就咽了。我就损失一双袜子呀。哪儿损失了？就这么疼人啊！就这么疼人，你要上外边有个两三天住酒店，嗯，他上你屋里边去找去。我上瘾了是怎么着？我这个一进屋奔洗手间找，要比如说两天没洗两双袜子，就开心的不行了，就上高兴高兴，真高兴。还有的时候一忙顾不过来了，比如有两条内裤在那儿，好啊，就跟过年似的。我怎么那么缺德呀？我啊，什么毛病？内裤拿回去洗，洗完了熨平平整整的。嗯，给你喷上香水。哎呀，啊，他自个儿得过得去。我还闻呢，我什么毛病啊？我亲哥哥呀。行了，先去医院吧，让哥哥给我送回来。啊，给我送回来。那回有一回，嗨，嗯，这一说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一回也是到外地，抢我这个衣服要给我洗。嗯，拿了。三条内裤走，哦，送回来两条，我真验一条啊，记错了，怎么着记乱了？岁数大了，他以为有一条是他的呢，哦，其实呢是三条，嗯，哎，其中两条送回来，那条他留下了，就记错了吗？他以为是自己的呢，啊，他留下还穿上了，那就是啊，演完一回家到家换裤子一脱裤子，他媳妇儿乐了，嗯。你怎么穿德纲的裤衩啊？哎去！后来啊，行了，一说一乐，嗯，千万别出去传去，传这干嘛？影响不好啊！这您说就差不多了。好多人指责过我，嗯，为什么在台上说于谦的父亲？为什么要说他的太太？嗯，为什么要说他的孩子？是，我也解释过，其实很无奈。怎么呢？啊，像什么？嗯，他也是艺术的一种。对呀，他是假的。对，你不要认为怎么怎么样。哎呀，我在台上说谦儿嫂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你就是这么开心啊？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？太过了，这种表演形式，嗯，无非是两个人站在台上讲故事，嗯，故事的主人公第一是我的故事，啊，第二是他的故事，哦，
第三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人，就这么几个路数，这个人只能说我们两个人的亲属，嗯，不能说观众啊，不行吗？哎，你看那边那胖子如何如何怎样怎样，他天天给我洗袜子，嗨，这没说完了，菜刀上来了。我们也不能说其他的行业，不行。哎，我们说哪个哪个行业，明天人家微博一骂街，我们还得道歉，那可不是得道歉吗？我们都这个岁数，不能天天指着道歉活着呀，啊。是不是？嗯，相声就是一个吃饭的手艺，就是手艺，剃头修脚说相声，嗯，上非洲哪儿给人当个娘娘去啊？嗯，就是一个吃饭的手艺，我给您快乐，您给我们饭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对啊，你说你看电影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嗯，电视剧你也知道是假的，话剧也知道是假的，合着我们这儿说的就都是真的吗？他怎么可能呢？对，都是假，是不是？再一个了，我说这么些回于老师了，人家本家都没不开心，你管得着吗？啊！为了艺术，我在台上说你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我呀，啊，打小说相声，嗯。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，就是捧哏呢。桌子外边走马灯一样换逗哏的演员，嗯，人家谁站这谁说我也说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了，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了，郭德纲他们家怎么怎么着，这是假的呀。对呀，挣的这份钱呢，嗯，你跟唱京剧似的，这个老艺术家98了，他上台扮演一个小生，他演那活是个孙子，那就是个孙子，对，他挣的是这个钱呢，嗯。六岁一小票友，一小孩戴上胡子上台唱戏，演一个爷爷，他就是那个活儿啊，他老生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说这些年于氏家族确实为我们这行贡献很大。一说一乐，玩笑，我们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嗯，在中国相声界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是吗？对，你就说有吧。这说有。不要给我找事儿了，那个啊，啊，好好好好，谢谢啊，我们继续努力，这应该努力。今天来演出了呢，是你们各自的喜欢的角儿都在这儿呢。对了，啊，今天全，但确实这个剧场小一点啊。刚才后台我还说了，我说我明年钢丝街啊，我说我找一个，哎，你们没猜着，嗯，我明年准备找游轮，知道吗？啊。明年咱们打8月底，咱们就来游轮，来个5-6千人啊，然后我就拉一船演员上去，咱们来回这一趟来个，比如10天8天或者1个礼拜，嗯，啊，咱们热闹点，咱别演一场，每天都有，今天是相声专场，今儿是单口专场，明天唱京剧，后天反串戏，好吧？咱们坐船去，坐船回，嗯，好不好？你们要这样的话，我明天就开票。我告诉你，嗨，为什么说观众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？就在这儿。是的，啊，真热情。就是您的每一张票养活了我们。对，做艺人要感恩。是啊，嗯，我把他们都叫出来，咱们一块玩会儿，好。咱们先依次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都往前站点，往前站。咱们从那边介绍一下啊，那边头一个，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，栾大嘴啊，栾大嘴，嗯，旁边这是高峰高老板。这是我师弟孙胖胖啊，孙悦啊，这个是戴眼镜的啊，我徒弟曹鹤阳，这是我的儿徒啊，烧饼，这我徒弟郎鹤炎思密达，小白张克伦，我徒弟啊，杨九郎，你们爱的张小二。壮壮，壮壮啊，这我们家大少，影帝岳云鹏，小孟孟啊，孟克狼，
周九龄，这都我徒弟啊。张九龄，那个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啊。王九龙，主持人是我徒弟秦霄贤。是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间吗？这个这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，嗯啊，钢丝节嘛，每年就是这两次，上半年的这个钢丝节，下半年的这个封箱，算是比较热闹的时候了，这大场合啊。这个我期待一下明年给你们都装到船上啊，看看看怎么样啊。嗯，这个到这会儿了，就大伙儿玩会儿吧啊。你们喜欢谁，让他们来表演一个。这个恭喜张鹤伦的粉丝啊，他们抢先喊了一嗓子啊。这都我雇的。你这个背面是哪儿的？家里边床单啊，真亮啊。赶紧演完赶紧回去，娘俩还等着背我呢啊。他们让你唱一个。好啊，来一个啊。来啊，今天来个小妹儿听我说啊。老有这个。你看这回你又想不到了。男人怕寂寞，逃出去找快乐，现实有何多，可千万别犯错。如今的小妹儿啊，姿色都不错，男人见了千万别魂不守舍，做个好男人不做花心大萝卜。人在外漂泊要经得起诱惑，现实小妹儿多呀，金钱惹的祸，不要游戏人生迷失了自我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是每个男人全都好色，在我们德云社别说还真有一个，抽烟烫头把酒喝，点赞微博。我跟您说实话，他一唱这缩坡折，我以为就落到锅上了。啊，我一看到最后，之前是唱的您。哎，这个都有底，这个改的这个好。你好，烧饼，烧饼，来，烧饼，来，我们的健身达人。愣 Q 啊！来呀，来。我们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，我的生意将开场。哪儿就我们坐在。保不了，儿子，你这愣来谁受了 啊？不论你是男，不论你是女，不论你是老头和少女，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哎呀，要了亲命了啊！行了，唱完了回去摊鸡蛋拍面包吧啊！九零来过来，快来小黑，嗯，这个给大伙演一什么呀？怎么了他？哦，那来过来，来，这个大高个儿，这是我外甥，啊，这个我是他舅舅啊，他母亲是我妹妹啊，来吧，你们俩演绎什么呀？就我们什么？我们最近有一首小歌。哦，有小歌啊！来吧，要是有会上，咱就一块儿来啊。我有一万九，万九赠五雄，五雄留斟酌，斟酌化余生，谁都道余生，哪有去风雨，唯愿风雨尽，不见是你的。累死我了，不亮。哎，于老师，为什么每个歌后都不亮啊？啊，这没想到的问题啊。孟鹤堂过来，来，你要给大伙演绎什么吗？大家这么喜欢你。一起啊？跟谁一起啊？跟九良啊。其实你们糊涂，他应该跟张云雷在一起合适。这个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我老看人网上说你们俩不和，啊，说打得跟热窑似的，这个好消息为什么没通知我呢？啊，主要我们俩也不知道。哦，行，
那不重要。哎，干这行就是需要大伙儿串闲话，知道吗？啊，他们要说你们俩有孩子，我都信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个，那这是真的。去你的吧！俩人演一什么呀，或者唱一什么也行。唱一个，唱个问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问。啊，问，行，你别起太高了，行吗？好，谁让行，别起太高了啊！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？谁会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事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后边什么词儿我忘了。这个这唱的什么呀？这是啊，这个就是瞎唱一歌，瞎唱啊。别走。这个我想问问，哎，我这说话呢啊，你拿我当你谦大爷似的不行啊，一点尊重都没有啊。那个张云雷，你是人缘不好吗？啊，我人缘挺好，你问问他们。你看看，都说张云雷人缘不好，咱们这样，咱做一实验吧，好吗？好，来来，都站好，站好，都站好，站一排啊。你也回去去。哦，我也回去。来，于老师也找一块儿，哎，啊，对对对，咱站，我也过这站着去啊。咱数一二三，要觉得张云雷好，就都别动啊，跟他算一个站好的啊。一、二、三，看来人缘是不好。大家。行了，这些妇女都是你带来的是吧？我有时候没事也上网瞧，有时候瞧完之后我也挺乐啊。你包括说这张云雷的人缘了，包括说我演出的时候水杯给烧饼拿着了，这我都瞧见过啊。这我乐得跟什么似的啊，说我在后台演出水杯必须是烧饼给我拿着，别人拿着我不放心。我一算，我这一年跟烧饼同台就三回，我不得渴死吗？再一个，进了后台没有外人，我防谁呀？我啊，这挺好玩啊。甚至包括这大褂，我没有要求你们不能穿绣花的，是吧？你看你们这穿背面的，我说你们什么来着？是吧？啊，行了啊，那让郭麒麟唱一个吧，来吧。来，儿子，哎，把我这个最新单曲奉献给他。太好了，听说你刚才上热搜了是吧？啊，我给你花钱往下买，好吗？好嘞，这好事儿咱还得再往上推一推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没事找事了啊。哦，来，最近单曲啊，哎，香菜辣青椒，哎，狗松嫩芹菜来扁豆，茄子黄瓜下冬瓜。你还说你借的那车那事儿吧啊？我还翻一个肉包。可以了。啊，你还是没有你师傅唱的好。你看你师傅来了，你指着卖菜卖包子买得起跑车吗？来，岳云鹏过来，来。来，影帝，我真不会什么，我没有他们会的多。小妹妹送我的狼牙，可以了。高老板，快来吧！来，这是我们这儿最有能耐的演员。哟嚯，把板儿抄起来了。美猴王变化无穷，胆量高，武艺高强，逞英豪。曾拜过师父虎提老祖，我勤修苦练罢一小。亮不亮？不亮。哎呀，那得了，那咱们一块儿唱个大西厢得了，好吗？谁来？小琴童啊，拆一下吧，好吗？来，
来来来，我们俩拆唱这一段啊。好，那行，那就张鹤伦，你们都盯着张云雷啊。好嘞啊，您请。来来来，啊，我就等。小琴同嘞不小听，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怎么唱出马赛克来了？拆唱，拆唱不能这么拆，一人一句的啊。好嘞，等一会儿来吧，一会儿来吧，起个调啊。小琴同嘞不小听，手扎着灯笼走进房中。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哎，明日清晨早为登城哎。早为登城，早为登城，亲乃同说话欠点聪明啊，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，太平年哪，美貌的娇妻火化兵，年太平啊，不该来结束就在普救寺中啊，来只在花园，我们两个两相逢，这本是这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啊，太平年啊，火化之你们赶上了车祸版的，说对对，说话之说话之间，桥楼起了更，年太平。这句是饶的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。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杏花营啊，哎呀，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哎呀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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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